有一段经营中，咱的七宝店，咱的经营中七宝店，由咱高雄九十五分支行赞助，由咱玉翠好饮团来呈现。这会当讲是咱南部的艺人啊，专工来甲咱北部来演出，来赞助，来平安，来祝福，非常激动。警察同仁在雨中也来帮忙我们指挥交通，谢谢大家的合力帮忙。介绍咱今届的主办单位是由咱观音嘉应宣传，就是咱业办赞助的单位，有咱永兴国际、冰上邓浦、新鲜竹笋发展平安、一顶花艺、东石小木屋、还有中义堂、六街中义堂、北义五灵堂、玉璧十三王府、罗州果园中、三叶公园中的光辉。